带来，嗯，包了。可是你看这，肚子好一颗，挺臭，你看是不是？嗯，不包。嗯，这是啥土地？你看这白呗。干净了。嗯。弄好了。弄好了，摘了，摘了，别着，开始上面开始刨。哦。好吧，咱刨不起来的。好嘞。这块老地儿太大。那不嘞。老地儿就行。哎，牛带着跑呀，口人都是。口人，你回来了，牛给带化了，跑出来了。嗯。俺们按石头样，直走，那还跟石头不大。对，家里呀，事儿多。可累，哎呀。嗯。你别跑，越跑越高嘞。这都吃不上呀。好比老乡回来，他家人还得卖地抓花生，卖地生花生，是吧？还得这个了，又回去了还？回大啥去了？妈，大啥？大啥？那是扣呀，大啥？大啥？老乡都给逮着，都扣了，扣哪里都是。他是越忙了越忙，嗯，他又扣着了。在地里没经常给打电话的，说一个牛，然后带花了，花了点花生，说看是咱牛呗，我派咱进城干事，哎呀妈，他就回来了，回来我看看纸扣了，我得扣纸，然后石龙店我看他没有，石龙店没有，我说这我个谁我去竹叶水瓶肉看，我一看，那夸了太别了。那扣我那个道边啊，两边了都是花生，哎呀，我这玩意儿好像人家那果吃，不得压了，可吧可吧的。越忙越忙，嗯，别提了。嗯，要不说俺家里忙，这撒牛都够忙活了。哪会儿给捣乱？哦，哎呀，主要是跑，一把劲都跑，一把劲都跑，你跑哪去？就是你当天记住。就是过笔条，好好吧，等等，这玩意儿忙的很多。哎呀，那都是忙，那是。可是你看俺们儿没牛，都省点事呗。俺们出去也不用喂猪，也不用喂牛，还不用借给牛挣草。可不是，这还得给牛挣草，再掰掰一跤，掰一跤的时候还得把这一跤秸都得割了。嗯。俺们儿直接弄地都干了。一帮一掰它，我也懒。一边要垃圾一塞，嗯，给人。哎，多一份的。这个让家里多一份收入。啊，就是，不是贵吗？就你们吃呀，嗯，走吧。你问你，还交钱上？交上了。就是你问，你好了，我先。你把俺俩交上了，你把你都不上了。那要不你不帮山，我来让我领。不能上俺们，过来，你应该不上，你不上，你不该上，俺该上。这皮子有点短，这木匠再用的时候，这皮子这还是没有皮了。嗯，对，有点破了，或者有点不结实，算了。嗯。咱摘花生，啊，就摘点花生叶，还得扎个地。走。那丝瓜都不知道弄了，哟。长得越长，嗯，都是没有用。你看都有两老了，吃不及上边这俩呢，能够长。所以这个就是咱相叔是吧？啊对。哎呀，好长！这丝瓜炒炒还是好吃啊，光溜溜的。嗯。不摘都老了这，嗯，这里好像没了。
不好整啊。嗯。两块的铁子就是。能成卖再往往头上啊。